夫二仪之内，阴阳之中，为人最贵，仁者秉受天地中和之气，法律礼乐，莫不由人。夫二仪之内，阴阳之中，为人最贵，仁者秉受天地中和之气，法律礼乐，莫不由人。人始身，先成其精，精成而脑髓身，头圆法天，足方向的，眼目因日月。五脏法五心，六腑法六律，以心为中极，大肠长一丈二尺，以阴十二时。小肠长二丈四尺，以阴二十四气，身有三百六十五络，以阴一岁，人有九窍，以阴九州。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有行德，人有爱憎，天有阴阳，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长短，所以服食五谷，不能将节，冷热咸苦更相正处，共为攻疾，变成疾病。凡医诊后，故事不易，又问而知之，别病深浅，名曰巧医，仲景曰：凡欲和汤和药针灸之法，宜因经思，必通十二经脉，知三百六十孔穴，容胃气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舌者上衣相色，色脉与行不得相失，黑沉赤者死，赤沉青者生，中医听声。身合五阴，火闻水声，烦闷肝经，目闻睛声，孔胃相形，脾者土也，身育万物。回注四棒，善者不见，死则归之，太过则四肢不举，不及则九窍不通，六事必寒。犹如醉人，四季运转，中而复始，下医诊脉，知病缘由，流转移动，四时逆顺。相害相生，审之脏腑之为，此乃为妙也。诊候第四。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后其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己成，可得半月，病势己过，命将难全。夫诊后之法，常以平淡，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渗，络脉调均，气血未乱，经取其脉，知其逆顺，非其时不用也，深察三不久后而明疾之。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又曰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己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是混淆，疾病者难以就矣。何谓三不？寸关尺也，上不为天废也，中不为人，脾也，下不为地，肾也。何谓酒后？不各有三。何为酒后？上不天，两额动脉，主头角之气也，上不的，两颊动脉，主口齿之气也，上不人，耳前动脉，主耳目之气也，中不天，手太阴，肺之气也，下不的，手阳明，胸中之气也，中不人，手少阴，心之气也，下不天，足厥阴，肝之气也，下不得，足少阴，肾之气也，下不仁，足太阴，脾之气也。何为酒后？夫行肾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死，行受脉大，胸中多气者死，行气相得者生，参五不调者病，三不久后皆相失者死。于医不以三不久后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至灭亡。哀哉真名，亡死者半，可谓是无良医。为其解释经说的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于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合得，四神安和，
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戮邪气，润泽枯朽，悦人皮肤，益人气血，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人，风冷发动刺，当用散，散能逐邪，风气失必表里移走，居无长处者，散当平之。刺当用丸，丸药者能逐风冷，破积聚，消诸坚脾，进饮食，调和容胃。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功，故曰医者益也。又曰不虚汗而强汗之者，出其精矣。枯竭而死，虚汗而不余汗之者，使诸毛孔闭塞，令人闷绝而死。又不虚下而强下之者，令人开肠动泄不精而死。虚下而不余下之者，使人心内傲胀满烦乱浮肿而死。又不虚而强与久者，令人火邪入腹，肝挫五脏，重加其烦而死。不虚久而不与久之者，令人冷结重凝，久而弥固，气上冲心，无得消散，病笃而死。皇帝问曰：淫邪叛也奈何？岐伯对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即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荣未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袭梦也。凡气盈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盈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问曰：有余不足有行乎？对曰：阴盛则梦摄大水而恐惧，阳盛则梦倒大火而烦浊，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扬，下盛则梦堕坠，盛饱则梦语，朝元梦行云，盛饥则梦取，朝元梦卧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畏，脾气盛则梦割勒体重，手足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而不属。凡此十二盛者，治而泄之利己，绝气克于心，则梦见秋山烟火；克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气其物，克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克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克于肾，则梦见林渊、梅居水中；克于膀胱，则梦见游行；克于胃，则梦见饮食；克于大肠，则梦见田野；克于小肠，则梦见聚义皆渠；克于胆，则梦见送自哭；克于阴气，则梦交接内；克于相，则梦见斩首；克于胯，则梦见行走而不能前进，即持取井蛙中居；克于骨，则梦见礼节败贵；克于包，则梦见搜逆便利。凡此十五不足者，治而补之利己，善整后者亦可深思此意，乃尽善尽美矣。史记曰：病有六不治，骄自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事；餐不治也，阴阳脏气不定；四不治也，行雷不能服药；五不治也，性污不性衣；六不治也，身后尚存，形色未改，病未入腠理，针药及时，能羌节调理，委以良医，病无不愈。处方第五：夫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土下药，鬼蛀蛊毒以蛊毒药，臃肿疮瘤以疮瘤药，风湿以风湿药，风劳气冷各随其所宜。雷公云：药有三品，病有三阶，药有甘苦轻重不同，病有辛酒寒温异异，重热逆滑，咸作药食饮食等，于风病未治于病非对，清冷色甘苦药草饮食等，于热病未治于病非对，清热辛苦淡药饮食等，于冷病未治于病非对。其大往略显其源流，自于状可知临事治宜，当事思药。
药对曰：夫重病积聚，皆起于虚，虚生百病，积者五脏之所积，聚者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老者，其弊万端，宜应随病增减。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性所主，取其时节早晚，早则药事未成，晚则甚事几些。今之为医不自采药，且不委结其早晚，只供采取，用以喂药。又不知冷热消息，分量多少，徒有疗病之心，永无避疟之效。此时服或疗复审其冷热，即其增损之主耳。虚劳而苦，头痛腹热，加枸杞、苇蕤；虚而欲吐，加人参；虚而不安，亦加人参；虚而多梦纷纭，加龙骨；虚而多热，加地黄、牡蛎、地夫子、甘草；虚而冷，加当归、穹穹钱、姜；虚而损，加钟乳、及刺肉、葱蓉；八几天，虚而大热，加黄芩、天门冬；虚而多忘，加茯神远志；虚而经济不安，加龙齿、紫石英、沙参、小草。冷则用紫石英、小草，若克热即用沙参、龙齿，不冷不热，无用之，虚而口前。加麦门冬、知母；虚而稀稀，加胡麻、覆盆子、薄子仁；虚而多气兼为咳，加五味子、大枣；虚而身强，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虚而多冷，加桂心、吴茱萸、附子、乌头；虚而小便赤，加黄芩；虚而克热，加的骨皮、白水、黄芪；虚而冷，用陇西黄芪；虚而痰，复有气，加生姜、半夏、枳实；虚而小肠利，加桑飘烧龙骨鸡翅；虚而小肠不利，加茯苓、泽泻；虚而逆白，加厚朴。诸药无有一一例而用之，但具体性冷热的相主对疗续增损之以余，入处方者宜准此。用药第六，上药120种味菌，主养命以阴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120种味陈，主养性以阴人，有毒无毒，斟酌其宜。欲可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125种味佐使，主治病以阴的，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疟疾者，本下经。三品合365种，法365度，每一度应一日以已成一岁，备其数合730名也。凡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合者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又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石、草食骨肉，有单行者，有相虚者，有相食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合之时，用意视之。当用相虚相食者凉，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一致，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又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即有毒无毒，阴肝暴肝，采燥十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成心，并各有法，其相食相味七情列之如左，处方之日宜善就之。玉石上部，玉泉味款冬花，玉蟹恶鹿角，丹砂二磁石味咸水，岑青味兔丝子，石胆水阴味豉，味母桂、菌桂、圆花、辛夷、白薇，云母则蟹为豉味驼甲、流水、鳄须、长青，钟乳蛇床子、
兔丝子未始，恶牡丹，玄石，牡蒙，味子石英，香草。蒲萧，味麦俱姜。萧石，水未始，恶苦参，苦菜，味女玉。芒萧，石为未始，恶麦俱姜。矾石，甘草未始，恶牡蛎。华石，石为未始，恶岑青。子石英，长石未始，味扁青附子，不欲驼甲，黄连，麦俱姜。白石英，恶马木毒公。赤石枝，恶大黄，味圆花。黄石枝，岑青为始，恶细心，味飞莲，扁青附子。白石枝，凉分味始，恶松枝，味黄芩。太益于凉，杜仲味始，味铁络，菖蒲，贝母。玉石中部，水银，味磁石。阴叶，恶防己未竹。孔公叶，木兰未始，恶细心。阳起时，桑飘烧未始，恶泽泻，菌桂，雷丸，蛇蜕皮，味免丝子。凝水时，味的鱼解八豆毒。石膏，鸡子未始，恶莽草毒公。磁石，柴胡未始，味黄石枝，恶牡丹，莽草。玄石，恶松枝，子，人菌桂。李石，华石未始，味麻黄。玉石下部，青狼肝的水银凉，味鸡骨，杀习毒。玉石的火凉，即真未始，恶虎掌，毒公，勿使，细心，味水。特生玉石的火凉，味水。方解石，恶八豆。带者，味天雄。大炎，漏炉未始。草药上部。六枝，属玉未始，得法良，恶衡山，味扁青，阴沉。天门冬，元一，地黄未始，味岑青。麦门冬，地黄，车前未始，恶款冬，苦户，味苦餐，清香。竹，防风，地鱼未始。女尾尾蕊，味鲁咸。前地黄的麦门冬，清酒凉，恶贝母，味无疑。菖蒲、秦椒、秦皮，味始，恶的胆，麻黄。远志的茯苓，冬葵子，龙骨凉，杀天雄，附子毒，味珍珠，折莲，藜芦，蓟蛤。泽泻，味海蛤、文蛤。属玉，子之未始，恶干碎。菊花，竹枸杞根，桑根白皮未始。甘草，竹前七，苦参为始，恶远志，反干碎，大戟，圆花，海藻。人参，茯苓未始，恶七苓反，藜芦。石斛，露阴未始，恶以水石，八豆，味白僵蚕，雷丸。牛膝，恶引火，龟甲，露阴，味车前。细心，岑青，早根未始，恶狼毒，山茱萸，黄芪，味滑石，消食，反藜芦。独活，食为始。子胡，半夏未始，
恶造假，为女欲离炉。眼子、睛子，亦以人为使，恶细心，干将。西子的精子，细心凉，恶干姜，苦餐。龙胆，贯众为使，恶防葵，地黄。兔丝子的酒粮，属玉，松枝为使，恶环菌。八戟天，覆盆子为使，恶朝生雷丸，单餐。吉离子，乌头为使。防风，恶干姜，藜芦，白脸，圆花，杀父子毒。落石，杜仲，牡丹未始，恶铁落，胃菖蒲，贝母。黄连，黄陵，龙骨，李石未始，恶菊花，圆花，玄参，白鲜皮，胃冬，肾乌头，解巴豆毒。沙参，恶防己，反藜芦。单餐，味咸水，反藜芦。天明经，元一味使。使明子，失时为使，恶大子。穷穷，白芷味使。续断，地黄味使，恶雷丸。黄芪，恶龟甲。杜若的心仪，细心凉，恶柴胡，前胡。蛇床子，恶牡丹，巴豆，贝母。欠根，味属菇。飞莲的倒头凉，恶麻黄。微咸的芹皮凉。五味子，葱蓉味使。恶尾蕊，肾乌头。草药中部。当归，恶如，味木蒲，海藻，母蒙。秦椒，木蒲味使。黄芩，山茱萸，龙骨味使。恶磁石，味丹砂，牡丹，藜芦。芍药，雷丸味使。恶石斛，芒硝，味硝石，甲，小蓟，反藜芦。干姜，秦椒味使。恶黄连，黄芩，天鼠粪，沙半夏，梁蓉毒。苯，恶如。麻黄，厚朴味使。恶辛夷，实为。葛根，沙野葛。巴豆，百药毒。前胡，半夏味使。恶皂角，味藜芦。贝母，厚朴，白薇味使。恶桃花，味秦椒，玉石，莽草，反乌头。瓜蒌，枸杞味使。恶干姜，味牛膝，前妻，反乌头。玄参，恶黄芪，干姜，大枣，山茱萸，反藜芦。苦餐，玄参为使，恶贝母，漏芦，兔丝子有藜芦。石龙蕊，大戟为使，为蛇蜕皮，无茱萸。石为滑石，杏仁味，使得菖蒲凉。枸杞，辟泻为使。恶败将，辟泻亦以味使，味葵根，大黄，柴胡，牡蛎，前胡。曲麦草，牡丹味使，桑飘烧。白芷，当归味使，恶炫复花。紫玉，款东味使，恶天雄，曲麦，雷丸，远志，味阴沉。白鲜皮，恶桑飘烧，桔梗，茯苓，辟泻。白薇，
萼黄芪、大黄、大戟、干姜、前漆、大枣、山茱萸。子餐味辛宜。鲜灵皮属欲味使。款冬花杏仁味使，得子怨凉、恶燥夹、消食、玄参、味贝母、辛夷、麻黄、黄芩、黄连、黄芪、清香。牡丹味吐丝子。防己阴液味使，恶细心、味辟泻、杀雄黄毒。女玉味鲁咸。泽兰防己味使。的鱼的法凉二脉门冬。海藻反甘草。草药下部。大黄黄芩味使。桔梗桔皮味使，味白及龙胆龙眼。甘遂瓜地味使，恶远志反甘草。庭栗鱼皮味使，得酒凉、恶僵蚕、食龙蕊。圆花决明味使，反甘草。泽漆小豆味使，恶属郁。大戟反甘草。勾稳半夏味使，恶黄芩。藜芦黄连味使，反细心、芍药、午餐、恶大黄。乌头乌喙、莽草味使，反半夏、瓜蒌、贝母、白脸、白及、恶藜芦。天雄远志味使，恶腐壁。附子的胆味使，恶蜈蚣、味防风、甘草、黄芪、人参、乌韭、大豆。贯众环菌味使。半夏射甘味使，恶皂荚、味雄黄、生姜、干姜、芹皮、龟甲、反乌头。虎掌暑期味使，味莽草。暑期瓜蒌味使，恶贯众。衡山味玉札。狼牙无疑味使，恶秦椒、地榆。白脸带者味使，反乌头。白及子时因味使，恶李时、李和仁、杏仁。环菌的酒凉，味鸡子。如甘草味使，恶脉门冬。茎草味属腹。夏枯草土瓜味使。狼毒大豆味使，恶脉俱僵。鬼臼味元一。木药上部。茯苓茯神马碱味使，恶白脸、味母蒙、地榆、雄黄、秦椒、龟甲。薄子仁、牡蛎、桂心、瓜子味使，味菊花、羊蹄、猪食面区。杜仲恶蛇蜕、玄参。前期半夏味使，味鸡子。蔓荆子恶乌头、石膏。母荆石防风为使，恶石膏。五加皮远志味使，味蛇蜕、玄参。黄柏恶前期。辛夷穷穷味使，恶五十枝、味菖蒲、蒲黄、黄连、石膏、黄环。酸枣仁恶防己。槐子天雄景天味使。木药中部。厚朴干姜味使，恶泽泻、寒水石、消食。
山茱萸，了时为始，恶桔梗，防风防己。吴茱萸，了时为始，恶丹参，消食，白萼，味子石英。芹皮，大戟为始，恶吴茱萸。湛丝，解狼毒毒。栀子，解毒。秦椒，恶瓜蒌，防葵，味雌黄。桑根，白皮，续断，桂心，麻子味始。木药下部，黄环，鸢尾味始，恶茯苓，防己。石楠，五加皮味始。巴豆，圆花味始，恶草，味大黄，黄连，藜芦，沙斑猫毒。蜀椒，杏仁味始，味款冬。鸾华，始名味始。雷丸，砾石，厚朴味始，恶葛根。漏芦味始。皂荚，薄子味始，恶麦门冬，味空清，人参，苦参。瘦上部，龙骨的人参，牛黄梁，味石膏。龙角，味前妻，蜀椒，李石。牛黄，人参为始，恶龙骨，地黄，龙胆，飞，味牛膝。白椒的火梁，味大黄。阿胶的火梁，味大黄。瘦中部，犀角，松枝味始，恶菌，雷丸。羚羊角，菟丝子味始。鹿茸，麻薄味始。鹿角，杜仲味始。瘦下部，迷汁，味大黄，恶甘草。虫鱼上部，蜜蜡，恶圆花，奇蛤。蜂子，味黄芩，芍药，牡蛎。牡蛎，贝母味始，得甘草，牛膝，远志，蛇床，凉恶麻黄，吴茱萸，绿蚁。桑飘梢，味炫馥花。海蛤，暑期味始，味狗胆，甘遂，圆花。龟甲，恶沙参，飞吗。虫鱼中部，福翼，现实，云宝味始。尾皮的酒粮，味桔梗，麦门冬。蜥蜴，恶硫磺，斑猫，武夷。漏风房，恶干姜，丹参，黄芩，芍药，牡蛎。虫，味皂荚，菖蒲。奇槽，飞虫味始，恶附子。甲，恶矾石。驼鱼甲，暑期味始，味狗胆，甘遂，圆花。乌贼鱼骨，恶白脸白极。蟹，沙梁荡毒，七毒。天鼠粪，恶白脸，白威。虫鱼下部，蛇蜕，味雌石及酒。腔梁，味羊角石膏。斑猫，马刀味始，味巴豆，丹参，空青，恶夫青。
的胆，二甘草。马刀，得水粮。裹上布。大枣，杀乌头毒。裹下布。杏仁，的火粮，二黄芪、黄芩、葛根、解席、胡粉、独味莽草。菜上布。冬葵子，黄芩味豉。菜中部。十，解离炉毒。米上部。麻粉、麻子、味牡蛎、白薇、二茯苓。米中部。大豆及黄卷、二午餐、龙胆的前糊、乌喙、杏仁、牡蛎粮、杀乌头毒。大麦、石蜜味豉。酱、杀药毒、火毒。又197种有香制式，其余皆无，故不备录。或曰：古人用药至少，分两亿轻，差病极多。官军处方非不繁重，分两亿多。而差病不及古人者何也？答曰：古者日月长远，药在土中，自养经久，气味真实。百姓少欲，摒弃中和，感病轻微，亦未医疗，今时日月短促，药力轻虚，人多巧诈，感病厚重，难以为医，病轻用药虚少，病重用药极多，此则医之易于，何足怪也。又古之医，有自将采取，因肝报肝，皆悉如法，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时得久。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委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心辰虚实，皆不悉。所以治时不得五六者，是由于此。夫处方者常需加益，重复用药，药乃有力。若学古人，徒自误耳。将来学者须详熟之。凡紫石英、白石英、朱砂、雄黄、硫磺等，皆须光明映彻，色里先进者未佳，不然令人身体干燥发热，口干而死。凡草食药皆须土地坚实，气味浓烈，不耳，治病不悦。凡狼毒指石橘皮半夏麻黄无茱萸，皆欲得陈酒者良，其余为虚惊心也。和合第七。问曰：凡和合汤药治诸草食虫兽，用水深数消杀之法则云何？答曰：凡草有根茎枝叶皮骨花石，诸虫有毛翅皮甲头足尾骨之属，有须烧炼泡制，身手有定，亦如后法，顺方者服，逆之者殃。或须皮去肉，或去皮须肉，或须根茎，或须花石，依方炼制，即令尽结，然后生合称量，勿令参差，要有相生相杀，气力有强有弱，君臣相理，左使相持，若不广通诸经，则不知有好有恶。或依自以易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食强弱相欺，入人腹中不能治病，更加真。草食相反，使人迷乱，力胜刀剑，若调和的所，虽未能治病，由得便利五脏，于病无所增惧。例曰：诸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矫铸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凡方下别注也。凡药治则熬泡气，然后平之以冲用，不得生沉。凡用食药及玉，皆碎如米粒，免里内汤酒中。凡钟乳等诸食，以玉垂水盐，
三日三夜飘练，勿令即细。凡银屑，以水银合成泥。凡玉石，赤泥团之，入火半日乃熟可用，人不得过之，不炼身入药，使人破心肝。凡普消凡石，稍令之尽，乃入丸散，芒消普消皆搅汤气，内之中，更上火两三沸，阳尽乃服。凡汤中用丹砂雄黄者，熟末如粉，淋服内汤中，搅令调和服之。凡汤中用丸物，皆薄破，甘枣之子之类是也用细合物，亦打碎。山茱萸五味子蕊决明子之类是也，细花子物，正耳丸用之，炫富花、菊花、地夫子、葵子之类是也，米麦豆贝，亦丸用之，凡橘皮无茱萸胶等，入汤不举。凡诸果实人皆去煎及双人者汤柔。去皮，人切之，用之子者去皮，用蒲黄其汤沉下。凡麦门冬、生姜入汤，皆切，三捣三角，取之，汤沉去子下之，煮五六沸。一如生树，不可共药煮之，一法薄切用。凡麦门冬，皆为润抽去腥。凡麻黄，去结，先别煮两三沸，略去昧，更易水如本树，乃内于药。不尔令人凡寸斩之，小草、橘麦五分斩之，细心、白前三分斩之，高中细错也。凡牛膝、石斛等入汤酒，拍碎用之。石斛入丸散者，先以针锤击打令碎，乃入曰：不尔捣不熟，入酒亦然。凡桂、厚朴、杜仲、秦皮、木兰之背，皆削去上虚软甲错，取里有味者称之。茯苓、猪苓、血除黑皮、牡丹、八戟天、远志、野葛等，皆锤破去腥，紫玉洗去土。爆肝乃称之，蟹白、竹白、除青令尽，莽草、石楠、阴郁、泽兰、剔取叶及嫩茎。去大枝、鬼臼、黄连皆除根毛，实为辛夷，是去毛，辛夷又去腥。属焦去闭口者及木，用大枣、乌梅，皆去核，用鬼剑削取羽皮。凡茯苓芍药、补药须白者，泻药为赤者。凡菟丝子、宣汤淘汰去沙土、前露、宣酒自精一素，露出，爆为白捣之。不尽者更以酒自精三五日乃出更晒，为干捣之，须更吸尽，即易碎。凡用甘草、厚朴、枳实、石楠、阴郁、藜芦、皂荚之类，皆制之，而枳实去瓤，藜芦去头，皂荚去皮子。凡用焦石，为熬冷汗出，则有势力。凡汤丸散，用天雄、附子、乌头、乌喙、侧子，皆糖灰泡，令为拆，削去黑皮。乃称之，为姜附汤及高酒中生用一消去皮，乃称之，直里破作七八片。凡半夏，热汤洗去上滑，一去时洗四破，乃称之，以入汤，若高酒丸散皆糖灰泡之。凡巴豆，去皮心磨，熬令紫色，桃仁、杏仁、挺栗、胡麻、猪有之膏药，皆熬黄黑。别捣令如膏，指末是敏敏耳，乃以象成散稍稍下臼中，和盐桃，令消散。乃复都以青卷筛之，须尽，右内臼中，依法捣数百除也。汤膏中虽有生用者，并捣破。凡用麦薄驱末大豆、黄卷、泽兰、无疑，皆为炒，甘薯炒令烟断用乌梅。入丸散者熬之，用熟艾者先炒细薄，和诸药捣，令细散不可筛者，内散中和之。凡用猪毛与齿牙蹄、甲、龟、鳞、鲤等甲、皮、肉、骨、角、筋、鹿、茸等，皆制，蛇蜕皮为制。凡用斑猫等猪虫，皆去足翅为熬，用桑飘烧，中破制之，牡蛎熬令黄色。将残蜂房为炒之。凡汤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黄，须末如粉，淋服内汤中，搅令调和服之。
凡丸散用胶，先至使通体肺起燥，乃可导，有不肺处，更治之，断下汤汁而用之。物质猪汤中用阿胶，皆搅汤壁，内汁中更上火两三沸，令阳。凡用蜜，先火煎，略去沫，令色为黄，则丸经久不坏，略汁多少，随蜜精粗。遂治大稠，于丸迷家。凡丸中用辣，羊头少蜜中，搅掉以合咬。凡汤中用饴糖，皆汤沉下，猪汤用酒者，皆淋熟下之。凡药有饴丸者，饴散者，饴汤者，饴酒渍，饴膏煎者，亦有饴物煎饴者。亦有不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为之，其不宜汤酒者列之如左。朱砂熟入汤，雌黄、云母、羊起时入酒，矾石入酒，硫磺入酒，钟乳入酒，孔宫液入酒，玉石入酒，银屑、白萼、铜鼻胡粉、中丹、乳涎入酒，石灰入酒，梨灰。又食类一十七种。野葛、狼毒、毒弓、鬼鹫、蟒草、硕吊入酒，巴豆、植竹入酒，皂荚入酒，环菌、藜芦、如冠仲入酒，无疑雷丸、狼牙、鸢尾、蒺藜入酒，女玉、耳、紫薇入酒，微咸入酒，白及、母蒙、飞廉、蛇涎、战丝、辛夷、石楠入酒，冻石、虎杖入酒，单字、虎掌、续根、杨桃入酒，麻薄、苦户、瓜地、智离、狼拔子入酒，云石、槐子入酒，的夫子、蛇拔子入酒，清香子、冲味子、王不流行、西子、兔丝子入酒。又草木之类四十八种。蜂子、蜜蜡、白马精、狗鹰、雀卵、鸡子、雄雀、蝠翼、鼠妇、雏鸡、萤火、翁、江蚕、蜈蚣、蜥蜴、斑猫、圆青、庭长、蛇胆、虫、飞廉、蝼蛄、马刀、赭葵、虾、尾皮、生鼠、生龟入酒，瓜牛、猪、乌兽入酒，虫、鱼、膏、骨、髓、胆、血、屎、腻。又虫兽之类二十九种。古称为有猪两，而无分明，今则舍食属为一猪，六猪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则神农之称也。无人以二两为一两，随人以餐两为一两。今依四分为一两称为定，方家凡云等分者，皆是完散，随病轻重。所需多少无定猪两，餐种五种皆悉分两同等耳。凡完散云若干分两者，是品猪要以多以少之分两，非必止于若干之分两也。假令日服餐方寸比，须差之。是三五两药耳，凡散药有云刀归者，十分方寸比之一。如吾童子大也，方寸比者，作比正方一寸超散，取部落未度，前比者，以大前土全超之。若云半前比者，则是一前超取一边耳，并用五株前也，前五比者。今五株前边五字者以超之，亦令部落未度，一撮者四刀归也，十撮为一勺，两勺为一合，以药身分之者，为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斤两，则以身平之。药身方作上银一寸，下银六分，身八分，内散药，勿按一支，正耳为动令平调耳。今人分药，不复用此。凡丸药有云如细麻大者，即胡麻也，不必辨辨。但令较略大小相称耳，如属素者亦然，以十六属为一大豆也，如麻子者，即今大麻子，准三细麻也，如胡豆者，今青斑豆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利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无童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比散。以密合的如无童子食丸未定，如痰丸及鸡子黄者，以食无童子准之。凡方云八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先去心皮，乃称之，以一分准十六枚。
父子乌头若干枚者，去皮币，以半两准一枚；枳实若干枚者，去瓤币，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云干姜一类者，以半两为正。本草云一两为正，凡方云半下一升者，洗毕，称五两为正，交一升，三两为正。吴茱萸一升，五两为正；菟丝子一升，九两为正；眼子一升，四两为正；蛇涎子一升，三两半为正；的夫子一升，四两为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其子各有虚实，轻重不可通以称准，皆取平升为正。凡方云柱一尺者，削去皮壁，重半两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云某草一束者，重三两为正；一把者，重二两为正。凡云密一斤者，有七合；猪高一斤者，一升二合。凡汤酒高肴，旧方皆云举者，未称毕，导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世书不允。当要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称两则不复均平。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举者，乃得无末而片粒调和也。凡云末之者，未导筛如法也。凡完散，先细切暴躁，乃导之，有各导者，有何导者，并随方所言。其润湿药如天门冬甘地黄贝，皆先切暴甘独导，令偏碎，更出细薄，暴甘。若直阴雨，可为火烘之，既燥小停冷，乃导之。凡湿药，燥皆大耗，当先增分量。虚的泻乃称之为正，其汤酒中不须如此。凡筛完药，用重蜜卷，令细于蜜丸即一熟；若筛散，草药用清卷，于酒中服即不腻。其实药亦用细卷筛，令如丸药者。凡筛完散药毕，皆更合于酒中以储导之数百过，是其色里合同味佳。凡煮汤，当取锦华水，即令净洁，生豆分量勿使多少，煮之调和，后火用心。亦如炼法，凡煮汤用为火，令小沸，其水数一方多少，大略二十两，要用水一豆煮，取四升，以此为律，皆搅去子而后酌凉也。然则利汤愈深，少水而多取之者，胃病虚快利，所以少水而多取之补汤愈熟，多水而少取之者，胃病虚不易，是以多水而少取之好详视之，不得令水多少，汤熟，用心不两人以尺目搅之，成去硬浊，分在三服者。第二、第三服以指腹令密，勿令泄气；欲服以同气于热汤上暖之，勿令气中有水气。凡自药酒，皆须切细，生卷待甚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露出，不必呆至酒尽也。子可暴躁为导，更自饮之，亦可散服。凡见中胜利诸补汤子，和两剂加水煮结，饮水一滴一剂新药，平人当依此用，皆因先暴令燥也。凡和膏，先以苦酒渍，令咽颊，不用多汁，密腹勿泻，云醉食者，周食也。从金淡至明淡，亦有止衣素，煮高当餐上餐下，以泄其热势，令药味得出。上之使咂咂肺，乃下之取肺尽良久，乃止，凝郁小身，其中有泄白者，以两头为焦黄味后，有白指附子者，亦令小黄色味度，诸房皆勿令金水。腊月者迷加，较高亦以心不较之，若是可服之膏。膏子亦堪酒煮饮之，可磨之膏。膏子则以传病上，此盖欲兼尽其药力故也。凡膏中有雄黄、朱砂贝，皆别导细盐如面，须搅膏壁乃头中，以物及脚，至于凝强。勿使沈聚在下不调也。有水饮者，于凝膏中盐令消散，糊粉一耳。凡导药法，烧香洒扫净洁，不得杂语喧呼，当使童子导之，勿令细熟。储数可至千万储，过多未佳。
凡合肾气属郁及诸大补五十，大麝香丸、金牙散、大酒煎膏等合时煎食，并勿令妇人小儿产母丧孝故及六根不具足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大忌切宜慎之。其续命汤麻黄等诸小汤不在禁忌之限，比来田野下李家阴氏的药。随便是上故人导合，非止诸不如法，至于石斛、菟丝子等难导之药，费人功力。另作导者引主息道气之，又为尘埃晦气入药中，罗筛粗恶，随风飘扬，众口尝之。众鼻嗅之，药之精气一切都尽，与朽木不殊，又复服而不能尽如法，服尽之后反如虚损，遂谤医者处方不效。夫如此者非医之救，自原发益慎物，宜熟思之也。服耳第八。若用毒药治病，先起如属素，病去即止，不去备之，不去食之，取去为毒。病在胸膈脊上者，先食而后服药；病在心腹脊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再啖；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再咽。凡服丸散，不匀酒水饮者，本方如此是可通用也。凡服利汤欲的清早，凡服汤欲的烧热服之即易消下不吐，若冷则吐呕不下。若太热即破人咽喉，勿再用意，汤必须澄清，若浊令人心闷不解。中间相去如步行十里久再服，若太促数，前汤未消，后汤来冲，必当吐逆。人问病者腹中药消散，乃可进服。凡服汤法，大约皆分为三副，取三升，然后趁病人骨气强劲，一服最虚多，次一服渐少，后一服最虚少，如此即甚安稳，所以病人于后气力渐微，故汤虚渐少。凡服补汤，欲得服三升半，昼三夜一，中间煎食，则汤气盖贯百脉，亦得药力。凡服汤不得太缓太急也，又虚左右仰腹卧各一，时请及汤是便行腹中，又于室中行，皆可一百步许一日。勿出外及大意，凡服汤，三日长忌酒，原汤忌酒故也。凡服治风汤，第一腹后腹取汗，若得汗及虚薄腹，勿令大汗，中间亦虚坚实，不而令人无力，更易虚雷。凡丸药皆如梧桐子，补者十丸未始，从一服渐加不过四十丸，过易损人。云一日三度服，欲得饮日多时不却，药气渐自熏蒸五脏，积久未加，不必顿服。早进为善，图气明药，或益甚少。凡人四十以下，有病可服泻药，不慎虚服补药，必若有所损，不在此限。四十几上则不可服泻药，虚服补药。五十几上四十勿却补药，如此乃可延年的养生之术耳。其方备在第二十七卷中。素问曰：时即泻之，虚即补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此其大略也。凡有脏腑积聚，无问少尝，虚泻则泻；凡有虚损，无问少尝，虚补即补，以益量度而用之。凡服治漏肝等药，皆慎诸积余油等，治差。凡服泻药，不过以利未度，慎勿过多，令人下利无度，大损人也。凡诸恶疮，差后皆百日慎口，不尔及疮发也。凡服酒药，欲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得药力，多少皆以之未度，不可令治醉即吐，则大损人也。凡服药，皆断生冷作滑，猪犬鸡鱼油面蒜及果实等，其大补丸散，切忌陈臭素质之物。有空清忌食生血物，天门冬忌鲤鱼，白竹忌桃李及雀肉、胡荽、大蒜、青鱼、炸等物，地黄忌无疑，甘草忌松菜、海藻、细心忌生菜，兔丝子忌兔肉，牛膝忌牛肉，黄连、桔梗忌猪肉，牡丹忌胡荽，藜芦忌藜肉，半夏、
菖蒲，忌宜糖及羊肉，衡山、桂心忌生葱、生菜，商鹿忌犬肉，茯苓忌醋物，柏子仁忌湿面，巴豆忌芦苇根及猪肉，甲忌苋菜。凡服药，忌见死尸及产妇会污触之，兼及愤怒忧劳。凡耳汤药，其粥食肉菜皆须大熟，熟即易消，与药相宜，若生则难消，复损药力。人须少食菜及硬物，余药未加，亦少进盐醋乃善，亦不得苦心用力及房事喜怒。是以治病用药力，唯在食至将息得力，太半于药有益，所以病者勿在将息结肾。结肾之治，可以长生，岂为越病而己？凡服泻汤及猪丸散酒等，治食时虚食者，皆先与一口冷醋饭，须与乃进食未加。凡人忽欲风发，身心顿恶，或不能言。有如此者，当服大小续命汤及稀粥续命排风月碧等汤，于无风处密室之中，日夜四五腹，勿计计数多少，亦勿虑虚，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服汤之时，汤消即食粥，粥消即服汤，亦少与羊肉或姜补。若风大重者，相续五日五夜服汤不绝，即经二日停汤，以根或自补将息四体。若小差即当停药，渐渐将息，如其不差，当更服汤攻之，以差为始。凡患风服汤，非得大汗，其风不去，所以诸风方中皆有麻黄。至如稀粥续命即用八两，月碧六两，大小续命或用一两、三两、四两，故之非汗不差。所以治风非密室不得，折服汤药，徒自耳为更加增，未见损减矣。凡人五十几上大虚者，服三十更生，胜勿用五十也。四十常以平淡服一二升，暖饮终身勿绝，即一食勿食蒜油猪鸡鱼鹅鸭牛马等肉，即无病矣。药藏第九，存不忘亡，安不忘为，大圣之至教，求名之末，续名之隐，贤人之用心。所以神农究极百药，皇帝纂录真经，皆备御之常道也。且人苛债多，起仓卒，不与人齐，一朝因己，岂惩之咎？想诸好事者，可助药藏用，以备不虞。所谓起心虽微，所救为广。见诸士禄之家，有善养马者，上注马药数十斤。不见养生者，有畜人药一资铢，以此类，即可愧矣。贵畜而贼身，臣可休矣。商人忽不问马，此言安用哉？至如人或有公私使命，行迈边鱼的计不毛，药物焉出？忽逢瘴疠，素不资助，无以救疗，遂拱手待毙，以至天末者，思未自治，岂是往恒？何者？既不能身心以自慰，一朝至此，何叹息之晚哉？故制药藏法，以防为代云耳。食药，灰土药、水药、根药、茎药、叶药、花药、皮药、籽药、五谷、五果、五菜。猪兽齿、牙、骨、角、蹄、甲、皮、毛、尿、屎等药，苏髓、乳酪、醍醐、石米。砂糖、饴糖、酒醋焦曲薄齿等药。又见药衣时收采以贮藏之，重置之药不收采也。趁豆生和铁臼、木臼、卷罗沙、罗马尾罗